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刚刚的事情我知道了，也听到你与我娘子的对话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然后你竟用如此的态度来对待郡主。不是这样的，千哥哥，我一直想跟他交好来着，但是郡主他老是处处针对我，提防我。难道不是你教唆失败，恼羞成怒之下找郡主泄愤吗？我怎么敢呢，千？我看你敢得很。我今日找蔡兄，是想谈一笔发财的买卖。说来听听。夫人，这是这个月的折子钱，你收好。兄台可是第一次逛花楼。哦，是啊。不光是来喝喝酒的吧？啊？哦。你干嘛？啊，洗澡啊，刚跑了半天，这不正好洗洗吗？一起啊。我就不用了。别啊，你看你脸都热红了，一起洗洗吧。